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我们今天学到几个蛮重要的字，我觉得，其实不算是 bouldering 这个字没什么了不起，然后攀岩这个字，然后我现在就破题给你听了。攀岩英文怎么说 ？bouldering，boulder 这个字就是大颗的石头。我们现在这边就看一下 boulder， 大颗的石头这样子。有个游戏好像就是博德之门，那个博德事实上不是什么 bird 还是三角，就是 boulder，Baldur's Gate。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游戏翻译成大石之门也不错，好 ，Baldur's Gate， boulder， 它总之大石头，所以攀岩就是 bouldering。好，先已经就知道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重点，其实像是 oblige 这个字 ，oblige， 那它长得很像 obligation 就是义务。那 oblige 这个字的确也有义务的意思在里面，可是它有其他的意思，就是混杂在一起的时候，真他妈的有点难。所以我们等一下好好来学一下，因为很巧的是，就这个作者啊，就写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两次，所以正好就是很好的机会，我们来学一下这个字到底怎么用。来，我们就它主题在说什么？就今天啊，这 T I F U 就是 Today I fucked up， 今天我搞砸了。那这个人是怎么搞砸的呢？他在网络上认识一个人，他就直接带他去攀岩。So today I fucked up by taking a girl I met online bouldering. So he took him or he took her bouldering. 啊，他带他去攀岩。All right， 所以开始说了。I met this girl on Hinge during the week and we hit it off okay。这里就已经好多字可以说了，至少两个了。Hinge 这个字，他用大写这边写 Hinge， 所以表示那一定是一个 app， 反正就是一个专有名词。那我们看得出来，那大概是一个交友网站或者是交友软体。所以 I met this girl on Hinge， 就好像 I met this girl on Tinder 之类的意思一样。那只是我们大概没有在用这个软体，可是我们要讲的是 Hinge 这个字，它真的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字。Tinder 也是，你知道吗？ Tinder 就起火种，所以它拿来做交友软体的名称还蛮有意思的。说真的，我跟你之间有一个火苗火种，这样起来 Tinder 这样子。那 Hinge 是什么？ Hinge 是那个我讲的简单一点，你看我后面有门，对不对？OK， 那你看门这边，我手指一下哈，你如果可以看得到的话，这个东西，这个就叫 hinge 门。你知道门事实上是不用螺丝拴在门框上，它只是挂在上面，它是一个轴，然后那个门就靠那个轴旋转。当然，这个门的重量必须挂在这个门轴上，这个东西就叫做 hinge。所以不只是门哦，就是我们这种门，像例如说橱柜的门或什么这些的话，那大概也都是 hinge。所以就是一个东西挂钩在一个东西上，然后它就能够撑得住它，那个就叫做 hinge。 所以啊，我们讲一下一个它的使用，像我们很会 depend 这个字就依靠，然后 rely 这个字也叫依靠。我会告诉你 hinge 意思跟他们事实上重叠性蛮高的。例如我举个例子给你看好了，LA Lakers 洛杉矶湖人队的成功是需要看看 LeBron James 打得好不好啊，虽然说我觉得这不是事实，呵呵，他事实上他要依靠队友啊，对不起哈，冒犯到你们这个 LeBron fans。不然我们就照这个句子好了。好，湖人队会不会成功，不是靠 LeBron， 而是靠 LeBron 他遭到多少厉害的队友。So the success of the LA Lakers depends on the players that LeBron recruits to the team， 听懂哈？所以 LA 球队成功 depends on LeBron 能够邀约来的帮手。再说一次 ，So the success of the LA Lakers depends on the players that LeBron recruits。好，目前听懂，能不能换成 relies？OK，So the success of the LA Lakers relies on the players that LeBron recruits。能不能换成 hinges on？ 也 OK， 意思真的是差不多的。So the success of the franchise hinges on the players that LeBron recruits。好，大家听懂了哦。好，所以这个 hinge on 就是总之挂在这上面，那它也就是撑着它的重量了嘛。总之听懂了。然后这个字的另外一个多的介绍就 unhinge， 所以也就是从像如果说我把这个门从它的那个 hinge 把它搬起来，那这个门基本上就被我拆卸下来嘛，对不对？没错。所以如果说你在描述一个人，他 unhinge 了，就表示他跟现实脱钩了，他已经没有挂在现实的这一个世界里的。所以 unhinged 的意思就是 mentally unbalanced, deranged, 精神失常，神经错乱，叫做 unhinged。 很生动哦。好， OK， 所以我们事实上不是要讲这个重点，但是总之还是讲完了。所以他在一个叫做 hinge 的软体上认识了这个女生，在平日的时候就 during the week
we hit it off okay. 这个 hit it off 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开头这样子哦，认识，然后就是变得比较熟的这个过程是平顺的。OK， 我们相处，我们处得来这样子。We hit it off okay. Not that kind of first love hitting it off. 所以也不是像是那种这个初恋般的那种 hit off 哦，这个 kinda 就是 kind of。So not that kind of first love hitting it off, but we got along well enough to warrant a date. 但我们总之处得不错，好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决定可以出来约会了。所以我要再强调，这边有一个 get along 这个片语，它 imply 的就是处得好，所以它并不是相处而已，它是处得好。所以我如果问你说 ，Do you get along with your parents？然后你可能以为我说，哦 ，Do you get along with your parents？ 表示我会花时间跟我的父母相处在一起吗？然后你就说不会，因为我平常的时间都关在家里面，自己在追剧，关在自己房间，所以我不太会花时间跟父母相处在一起。所以你就说 ，No， I don't get along with my parents。那我得到的这个答案，我就听了，我得到的意思就是你跟你的父母吵架 ，OK？ 你跟你的父母处不好。然后偏偏你的意思只是我没有跟父母多相处而已，没有处不好。所以总之啊 ，get along 是处得好。OK， 那个我有讲不讲根本不是重点。那你可能就会反问我，好啊，那老师，如果你真的问我是我会不会跟父母花时间相处，那你要怎么问？你如果不用 get along well 的话，或者 get along 的话 ，spend time。Do you spend time with your parents? Yeah, I do. OK， so on weekends I take my mom out to dinner. So.I spend time with her, 这样子。 So I spend time with my parents, 就是我会跟他们花时间相处在一起。可是如果说大家去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在餐桌上总每个礼拜都吵架，我还是可以跟你说 We don't get along, right? So I do spend time with my parents, but we don't get along. 那这是合理的，其实 OK, 好，所以总之 get along 是处得好。好，所以这里说是处得好，我们处得好到可以出来约会。 I mentioned how I was a bit of a fan of bouldering.She seemed interested, so I invited her along to join me for a climb. 所以她提到 I mentioned, 她是 a bit of a fan, 有一点是个什么的粉丝。A fan of what? Bouldering. So how I was a bit of a fan of bouldering. She seemed interested, 对她看起来蛮有趣。So I invited her, 对她的亲邀请她来 join me for a climb. 没有 be 这个发音 climb. We met up, 我们就见到了 and we started climbing. 所以他们就开始爬。Well, I started climbing. 强调一下，也不是啊，是我开始爬，不是我们。She looked a bit nervous and asked if she could watch me climb one or two first. 所以她看起来有点紧张，她就问我，要求我问我，是不是我可以先爬一次两次给她看。So if she 就给她看就好了。If she could watch me climb one or two first. 下一句来了 ，I obliged.Oblige 出现了，那你大概猜得出来吗？就是那我就配合了，我就爬给你看哦。So climb a few, then invited her to try some of the easier ones. 所以她爬了一下，然后就邀请她试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这样子。所以 oblige 你大概猜得出来，就是同意配合了。好，所以其实有时候英文就这样子学，我也没有你查字典，但是你大概猜得出来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啊，这个 oblige 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它刚的意思，就 do as someone asks or desires.In order to help or please them. 所以你就照别人做的或照别人要求的说 Do as someone asks or do as someone desires. In order to help them or in order to please them. 为了帮助他们或者来取悦他们。So it's pretty much the same as do someone a favor. 好，帮人家个忙。这样。下面一个例句。这是个祈使句。说啊，请你帮帮我。好，不要对你自己做了任何事情感到抱歉。人世间没什么好抱歉的，说、so, 帮我个忙，不要感到抱歉好吗 ？So oblige me by not being sorry for yourself 啊，这是这样的字典的例句，但无所谓，你大概懂意思了。所以这里的 I oblige 就是呀， yeah, 我就这样子配合了，为了让他开心。好 ，oblige。好，我们把 oblige， 因为 oblige 它的用法只有这一个，可是我刚刚说 oblige 这个词还真的蛮啰嗦的，有另外几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边往下看 be indebted or grateful， 它一定是会被动的状态，所以它的你说我刚没听懂我在说 grateful 大家懂，就是感谢感激的 indebted 就是我欠你的，仿佛我欠你债一样 indebted 这样子。所以一个例句看看 ，If you can give me a few minutes of your time, I'll be much obliged。所以我强调这个必须用成被动的，所以如果你可以给我几分钟的话，我会非常的感谢你 ，I'll be much obliged， 所以 I'll be obliged 是被动的。OK，
那最后一个则是就是这边说的是需要你逼迫你做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讲义务的那个感觉。所以这里的确有一个 obligate， 就是义务 ，bind、compel、require 都可以。所以它的意思详细起来说，就是 you make someone legally or morally bound to do something， 你就逼着一个人在法律上或者是道德上逼着他一定得做什么事。举个例句，医生是有必要来去想办法让病患活着的，废话嘛 ，right？ So doctors are obliged by law to keep patients alive。再一次。Doctors are obliged by law， 所以被法律所逼迫规定。Doctors are obliged by law to keep patients alive， 来让病人活着。好，所以这是 obliged 的三个用法，我真的觉得蛮困难的，说实在。而且我必须可以很承认、很坦白的、诚实的跟同学说，我那时候还住在加拿大的时候，在我十多年住在加拿大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大概比较熟悉的，真的是就很明显熟悉清楚的，只有这个。只有第一个用法，就是 obligation 感觉的用法。下面这两个我 I've come across in passing， 就是我有见过，可是我自己不是很敢用 oblige 这个字，因为我的确会怕用错。那但是我那经过我自己做了一点研究，然后把它变成教学内容交给你的时候，我就比较 我对它还真的也就比较熟了。我在我回来台湾教学的过程中，所以啊，就有的东西你如果不熟，你可以胡问过去。可是当你需要教别人的时候，你学得好一点点的时候，那反而真的是对你自己也有点帮助。所以教学相长这个字在我身上事实上真的是蛮真实的一个深刻的一个体验。所以或许我可以跟同学分享，就是如果今天你想学会一个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先自己，就是你想象一下你要把它教给别人，你想要说服，你想要不是说服，你想要说给人家听，让人家听得懂，你就会把它学好，好到一个程度是你可以把它讲得很清楚。所以这就是我所知道有个概念叫翻转教室 flip the classroom， 好像就是这样，就让学生来当做老师教东西，然后老师在旁边看看学生有没有教错这样子。那学生因为必须要上台教学，所以他们还反而把那个东西学得更好一点点。Interesting idea. Anyway， 这扯远回来这里。所以他就说，他就 oblige， 然后所以看到，所以我就配合了，爬了一下，然后邀请他爬简单的。She did really well getting to the top。他爬上去，很厉害。She did well。Had upper body strength， 他有这种上半身的那个力量。And was able to pull herself up， 他是有办法把自己往上拉的。因为据我知道，攀岩是你脚没力没有用，你的手要有力把自己往上拉才行。Then she needed to get down， 然后他就必须下来啦。She looked a little stuck。And hesitant to jump down， 他看起来有点卡住的感觉，然后犹疑着要不要跳下来。Hesitant 就是犹豫着。I encouraged her, everything would be fine。我就鼓励她，没事的 ，everything would be fine。So she fell backwards， 然后她就往后跳了这样子 ，and landed on the side of the foot。然后她降落的时候，着陆的时候呢，就是用脚的侧边着陆的，我们猜就是那个脚踝扭到了。那个字叫做 sprain，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she sprained her ankle。OK， 这边打一下这个字好了。sprain，breaking it in the process。他这里讲是骨头断了，甚至不是 sprain。Too bad。好，所以好脚就断腿了。At the time we didn't know it was broken。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断 ，so we sat around and waited for the pain to go。我们就坐着就等。等到那个痛苦会离开，但是你知道，如果是断腿的话、断骨的话，那个痛是不会离开的。所以下一句就说 "It didn't, the pain didn't go away." So in an attempt to salvage the date， 所以为了来 salvage 这个 date， 应该讲 salvage 哈，不是 savage， savage 是野蛮哈 ，salvage， 来，所以 savage 是野蛮。我们看到好像那个我们 LINE 群组里面有人贴说，这个 savage 这个字在流行文化中是常看到的。吴亦凡唱的歌就是说 "I'm so savage"， 如果你真的很 savage， 不是自己讲的 ，OK？ 这而且他的翻译其实也不是野蛮，说真的，就我们现在有时候讲说一个东西很屌 ，OK， 就是很 savage 这样，就你讲了一个什么什么，然后你妈用一个话回你，然后就呼，你竟然用这么厉害的方式回我 ，That's savage， savage moment， 这样我完全举不出例子 ，shit， 这个先不扯，但我们要讲的是 savage 这样子。所以这个痛苦没有离开，所以为了要来 salvage 这次的约会，他就问他，他想要走，要不要去吃个东西 ？I asked if she wanted to leave and get some lunch instead。所以不要在那边等痛苦离开，
等它不会痛，它就是会痛，那我们去吃个饭好了。 OK， 那这就是希望这个约会在最后结尾的时候还是用一个不错的方式收场的。所以这边采用了刚刚这个字叫 salvage。 OK， 那 salvage 到底是什么？那中文的翻译有打捞啦、废物利用啦，甚至就是救这个字。我希望你，我蛮确定你不懂，我不是希望怎样。 OK， 我用一些例子来举。好，我们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汽车回收厂，对不对？或者就汽车报废厂。那个地方就是你车开过去，然后要报废，然后它哦报废啊，然后你知道它后来还会把那个车用那个压的方式把它压成就啊压成方块，有没有？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可能就是那个车放在这边，然后如果说今天有人想要找一个车子的某一款车很旧的车的零件，然后根本没有在出产，说不定他们就会跑到这一个回收厂去找一找，哦，这边有个，来，我们把它拆起来啊。所以那个车还没有被挤扁的时候，说不定它里面有些东西是可以拿出来回收使用的，对吧？这个就叫做 salvage。 OK， 所以刚说的这一种汽车回收或者是报废厂就叫做 salvage yard。 OK， salvage yard。 我房间怎么会有蚊子？是有买了那个防蚊的东西的吗？哦，不管了，来， salvage yard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汽车回收跟自用，不能用自用，自用回收也是可以啦，反正汽车回收报废厂这样子 salvage yard。 所以他想要 salvage 这个 date， 就真的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字，因为这个 date 很糟糕，目前为止就是腿都不舒服了，然后到底要不要回家不知道，那他还想要挽回点什么，希望这女生不是回家就觉得 oh man today sucked， 所以他说我带你去吃个饭吧，心情好一点再带你回家好了。这个就算是有点想要 salvage 这个 situation。 好，希望你是听懂了，可以。然后下去说 she obliged 啊，所以你看这个人写作的方式用了两次 oblige 这个字，所以这个女生呢也同意了，你就带我去吃饭吧，这样。 So we went and got food. I got her an ice pack for her foot, then offered to drive her home to the hospital. 所以他还替她买了一个那个ice pack， 总之就是那个冰敷的东西啦，给她敷脚，然后来 offer 呢载她回家或者载她去医院，选一个。 She was insistent she didn't like hospitals and just wanted to rest at home. 所以她很坚持她不喜欢医院，她只想要在家休息。 OK, she just wanted to rest at home. The next day she texts me, says she went to the hospital and had been sitting in there all day waiting for x-rays and such. 所以隔一天啊，她传讯给她说她去了医院，然后坐在那里坐一整天等着 X 光这样子。所以总之他让那个女生腿摔断了，就是。好，然后后面又讲一大堆，这已经不是重点了，因为我已经把我今天想讲的东西讲完了。所以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个约会是不是有点惨？所以第一次约会摔断了腿啊，希望他们后来是好的了。那今天讲了几个重点 ，hinge 这个字我觉得很不错，很重要。再来就是刚啊，然后 get along， 我觉得也是，大家不要误会，它是相处的意思，它是处得好这样子。然后 oblige 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OK。三个意思不要忘记了，一个是强迫人家干嘛、法律上道德上做什么事情，所以医院有这个道德责任、或者应该法律责任来让这个病患们活着。 Doctors are obliged by law to keep patients alive， 或者他可以是帮人家干嘛做 oblige。 所以 oblige 这个是我另外再多讲一下，就是我很久以前比较常听到的部分是，例如说像有个人在台上表演钢琴好了、弹完一首歌，然后可能下面人觉得他很棒，不就不是说喊 uncle uncle， 不是，我们可能就是说，你能不能再弹另外一首歌？我们都很喜欢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可不可以弹一下 ？Could you please oblige？ 我就听到这样子用，好，你能不能 oblige 一下，帮我们个忙弹这首歌吧，这样子。好，所以那个时候我比较没有 specifically 知道那个就叫做 do somebody a favor， OK， help us out， you know， perform another song， so please oblige， could you oblige？ OK， and play another song for us， 大家这样子说。OK， 然后最后就是很感激这样子。So we would be much obliged if you could oblige and play a different song。所以甚至可以，所以你看，我就尝试着用，好，应该是有用对了，希望。Alright， 好，到这里 OK 了，真的。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